来点科学。头发要来点变化，你可能会想烫个时尚卷发。你知道烫发药水是怎么作用的吗？头发角质中的多生链有许多侧链键结相互连接，其中烫发的关键就在强度最大的双流键。设计师先将头发卷好固定，淋上有酸性成分的第一剂药水作为还原剂，它能将双流键切断，使头发膨胀软化，失去弹性，然后再用含有溴酸钠成分的第二剂，经由氧化作用形成新的双流键，同时让卷度固定。借由还原氧化的交替，设计师巧妙控制药水停留的时间，用不同形状的发卷做出千变万化的造型。